他是台湾国脚陈浩伟，因为他跟其他球员的努力，让原本被视为足球沙漠的台湾也能进入世界排名第121位。加油浩伟！场边帮浩伟加油打气最大声的是陈爸爸，他是浩伟的继父，生在花莲阿美族部落的陈浩伟，从小觉得自己不被继父的家庭接受，他跟当头目的外公最亲，外公是浩伟旅外生活里最挂心的亲人。就两条三条，不容易啊，工不容易，他从小把我带大的。浩伟把作为继子的孤独转化为踢球的力量，后来就变成一个梦想，想证明自己啊。又是哪位神秘嘉宾上门来听浩伟说他的梦想呢？踢足球还紧张。中午晚上九点，台湾好咖陈浩伟的足球梦就在公视频道《谁来晚餐》。